新乡汇推出多款特色菜及各类新增菜式，新派川菜、传统京菜、经典小炒，尽在新乡汇。北约客店三八七五 Dumis Road 六四七二八八八八九九，施加宝店三二九零 Millen Avenue C 六七五四八八一零。 国家主席胡锦涛三号在戛纳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同巴西总统罗塞夫、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印度总理辛格、南非总统祖马等就金砖国家合作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戛纳峰会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胡锦涛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一些发达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突出，引发金融市场动荡，不少发展中国家也面临通胀压力。 世界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在当前形势下，二十国集团要更好的同舟共济、同心协力，共克时艰，以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尤其是要把实现强劲增长放在首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保持经济平衡较快增长势头。只有这样，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复苏增长。胡锦涛强调。 欧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欧洲经济实现复苏发展，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复苏发展。中方希望欧洲尽快实现经济复苏和发展，解决欧洲债务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欧洲。我们相信欧洲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债务问题，同时国际社会也应该提供支持和帮助。 国际社会需要统一思想，采取行动。建议金砖国家财经部门建立磋商机制，密切跟踪形势发展，及时就相关问题交换看法，加强沟通和协调。与会领导人就加强金砖国家合作进行讨论，并就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欧洲债务问题交换看法，一致同意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推动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国家主席胡锦涛当地时间三号上午在戛纳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胡锦涛指出，今年以来，中俄双方以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十周年为契机，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重要进展。未来十年是中俄发展振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中俄关系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双方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大相互战略借重，对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趋均衡的方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方愿同俄方一道，秉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原则，加大相互政治支持，全面深化互利合作和战略协作，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梅德韦杰夫表示。 当前，俄中两国关系处于良好发展时期，两国政治互信明显增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新高度。俄方愿意同中方一道，加强政治互信及各领域务实合作，特别是经济金融领域合作，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框架内加强协调沟通，相互配合，维护共同利益。 无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俄罗斯发展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方针不会动摇。双方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戛纳峰会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峰会取得积极成果。双方还就中亚地区形势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交换了意见。胡锦涛指出，当前中亚地区形势总体稳定。 中方愿加强同俄方协调配合，共同帮助中亚国家维护稳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上海合作组织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成员国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中俄是推动本组织发展的主要力量。作为轮值主席国，中方将紧密围绕睦邻友好年主题，巩固成员国团结，凝聚各方共识。 推动本组织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本组织第二个十年得到更大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中方愿就此同俄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梅德韦杰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发展稳定。俄方相信，在中方担任上海合作组织主席国期间，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将取得新的进展。王岐山、令计划、王沪宁。 戴秉国等参加会见。国家主席胡锦涛二号在戛纳会见了法国总统萨科齐。胡锦涛首先感谢萨科齐总统和法方为中方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戛纳峰会所做的精心安排和热情接待。胡锦涛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国际社会对戛纳峰会十分期待。 中方积极支持法方办好峰会，希望二十国集团继续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精神，通过峰会向国际社会传递保增长、促稳定的明确信号。希望各方共同努力，把戛纳峰会开成一个团结、合作、共赢的会议。萨科齐表示，法方对中方为筹备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戛纳峰会所做努力表示赞赏。 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合作，同有关各方共同努力，推动峰会取得积极成果。胡锦涛表示，欧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没有欧洲经济复苏，就没有全球经济复苏；没有欧洲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就会受到影响。日前，欧盟制定的解决欧洲债务问题的一揽子方案，体现了欧盟对解决欧洲债务问题的决心和意志。 希望该计划的落实有利于解决欧洲面临的困难，有利于欧洲经济恢复和发展。解决欧洲债务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欧洲。我们相信，欧洲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债务问题。中国一直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二零零八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们一直支持欧洲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经济复苏做出的努力。我们希望欧洲好。 重视发展中法关系、中欧关系，萨科齐表示，欧洲承诺解决债务危机，愿为此做出自身努力，并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法方重视中方作用，赞赏中方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关注，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和磋商。国家主席胡锦涛二号下午在戛纳会见了巴西总统罗塞福。胡锦涛表示。 当前中巴各领域合作取得新进展，下一阶段中方愿同巴方一道，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深政治互信，用好合作机制，中方愿同巴方保持高层密切交往，深入探讨中巴未来十年合作规划，加强对两国关系发展的统筹协调和长远规划；二是深化务实合作，拓展合作增长点。 双方要抓住机遇，深挖潜力，充分利用两国资金、技术、能源资源互补优势，扎实推进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双赢、共同发展。三是加强人文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四是加强多边协调，提高合作水平。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框架内的政策协调和战略合作。 为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作出贡献。罗塞夫完全赞同胡锦涛关于发展两国关系的意见，表示面临复杂国际环境，巴西和中国合作潜力巨大，巴方愿意同中方一道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加强科技创新、航空、投资、环境、文化、教育等领域互利合作，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协调，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两国元首就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交换了看法，认为当前一些发达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突出，全球通胀压力加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已，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协调和合作。